说你帅我先唱，快去领钱。我过去四年其实我也在筹备专辑，这个专辑差不多写了两年的时间吧，然后就是辛苦我的公司有耐心可以等待这张。其实我是最喜欢跳舞的人，我是最喜欢听歌曲然后就放松，然后跟着朋友一起 party， 然后我一直觉得我其实我自己的问题啦，就是我有这个包袱在，不敢发这种歌曲，因为觉得可能太前卫或者市场或怎么样，就怎么样就想太多了。你去干什么？为什么可以消失一个月，唱片就要发了？唱片应该是十一月要发，对，十一月发的，是不是？因为在中途我们拍了一些 MV， 然后可能就我觉得不太适合我，所以就那些 MV 我就不要了。And then 公司也吓了一跳，然后一直等我这些 MV， 可是我就消失了一个月，然后我重新拍，然后找了一些自己的朋友，舞蹈老师啊，一些年轻的导演啊，然后我们就在 LA 的洛杉矶的街头，在 Venice Beach 拍，然后在我妹妹的家拍，然后就自己玩。左边，两位的右手边。再看看两位的左手边，左手边。我们就借一点掌声。我觉得非常喜欢。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你开演唱会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只穿这个，里面什么都不要穿这样？哎呦，六块腹肌这样。然后你是溜脑侠。我不是卖肉的，现在。对，你看拳击手出场的时候 ，Boss 拳王都要穿着这个战袍。这个战袍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打架也可以睡觉。对，然后可以上擂台还可以上床。对，非常有才华，非常有想法，非常创新，非常前卫。然后特别是现在音乐呢，其实就走回到这个我们最爱的 hip hop 曲风的时候，找他就对了。但是呢，无奈的是，啊，那个他要筹备自己的东西，对，能帮你很难等啊。对，现在可以了，现在有时间了，太棒了。哦，他说的哈，对。Come on, feel it, like a bounce. Hi, dance. Yeah, on, feel it, like a bounce.Pose 是什么呢？摆 pose 这个是跟女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会哎给我摆个 pose 啊，什么样？就是我们在私信的时候，对，或者在拍照啊，在私信的时候摆 pose， 是一个浪漫的歌曲了。我觉得爱情等于是理解一个人。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要送什么花礼物，送包给一个女生或男生，其实人人是更希望有一个男女朋友可以很认识他，很了解他，然后很理解他的心情。 Real life 一开始第一个画面、就是、那个不是请来他妈的哦不是、就是、那是女朋友哦，那个是 OK， 那个画面是我刚做完 mix， 然后呢我们在车上听，然后就把我的手机放在 you know前面，然后拍我们两个第一个感觉听这首歌。所以其实像我说的，我很 enjoy 这张专辑，然后那个是我们两个在很爽的听新歌。你的故事，对，然后呢我这边也可以看一下，因为那个是给你的，就是给我们哦，偷偷结婚生孩子，啊、这个 OK 没有。第一，而且可是有的话，我也不会偷偷的。OK， 所以对，我会大方的跟大家说，因为我觉得爱情这个事情也是生活中的一个真实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偷偷摸摸的，嗯。